这酒不如也给我来一杯呗。这酒也不是一般人能喝的。我不是一般人啊。对，那就谢谢薛谷主不吝赠酒了。是还你山洞那一壶。觉得冷的时候喝上两口。我只是给了你一壶这普通的桃源酒，如今却换来你们药师谷的独门佳酿，如此算来还真是我赚了。慢走不送。哎，再受重伤就别回来了，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。